这是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住宅小区，民警正在这里执行一场抓捕任务。当时就穿着这个防弹背心，还有这个防弹衣，还有就拿着枪就去了。根据警方的消息，抓捕对象就在这个房间里，可此时任凭民警使劲敲门，里面却没有一丝响动。快点，快点，来背看一下。王总，你昨天忙多了啊？哎，上去以后敲门不开，咱家敲也不开，后来不是没办法动用那个咱们消防队。消防队用的切割机。王总，王总，王总，怎么他们那么叫了啊？怎么他们那么叫了啊？怎么他们那么叫了啊？上班了啊？来，叫叫。现场的民警和消防人员相互配合，用切割机和撬杆小心地分割着防盗门。与此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着房间里的动静。打开了，只有隔断，房间彻底隔通，不是隔通，隔通。那摸起来先把套，套。这场紧张的抓捕，警方已经准备了多时，因为这次的抓捕十分关键。抓捕对象的手中不仅有枪，而且他是乌拉特前旗警方调查取证了2年零3个月的一起涉黑大案中的重要人物。这个人叫做王怀东，48岁，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在乌拉特前旗，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王怀东的，甚至有些人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那么王怀东是如何组织领导团伙成员危害一方的？警方又能否顺利地将其抓获呢？其他的团伙成员最终能否全部落网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横行多年，人心惶惶，乌拉特前旗公安是要斩草除根。36名被告涉及66起个案，10几页起诉书，一桩桩一件件。恶性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恶？草原打黑，一线正在播出。2014年12月15日上午，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门前警笛大作，百名民警、武警严阵以待。一起以王怀东等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在这里公开审理。全体起立！报告小班长，开庭前的分配工作已经就绪，请开庭，请书记坐下。以王怀东为首的涉黑团伙中，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只有20岁。在长达几十页的起诉书中，检察机关指控王怀东等36名被告人犯有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
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多项罪名，涉及个案66起。本犯罪人主张从事罪行以下四个犯罪可能，也组织可能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能够效果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审判厅的前排，旁听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想知道这个曾经在乌拉特前旗赫赫有名的恶势力团伙会有怎样的下场，同时他们也在疑问这场打黑风暴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事情要从3年前说起。那一年有一伙人3天2头到张华家要账，进院子还没，叫门也还打的，来有10来个了，3个车，10来个车进的年轻猴子，啥也没说，他也没说有钱，一下车他不是把10来个人都围上去了，连带我们和那个小跟前那都吓得，哎呀，不都，他们在啥也没开，还不都。张华说，自己的老伴借了17000元钱，说好到了秋天还，可来人让还4万，还不上钱，他们就拳打脚踢。对此，他们一家人始终敢怒不敢言。今天下来，我们农村钱不是就亏还下来了啊，就给他那个还了。对，他就拎着有点钱了，有点钱的我们好在这就没有家了。这都到秋天了吗？没有到秋天，他就是还不到1个月，不到1个月他就有钱来了。我们好在说没钱，他都回来几句话都打的。必须是3天还，或者是5天还，你必须就得还。那让你3天或5天之内要还不了，那么就加钱嘛，1天加2千了，还是3天加2千了，就这么加。原来这伙人是放高利贷的，那么张华一家怎么就惹上了这伙人，又怎么甘心偿还这高额的利息呢？受害人是不愿意，但是苦于害怕无奈默认，包括每次要账的时候所加的这些费用，有一次去要账，这个车碰了，就把车碰车的这个费用全给短账的人加上，就说他们自己的一些花费增加到受害人身上。哎，对。原本以为自己的忍气吞声能够换回对方的手下留情，可张华没有想到，这伙人不仅没有停手，反而变本加厉，竟然毒打他的老伴儿。他就跪下来，就跪到那样疼的。我说你们有钱归有钱，不要打人。我说你把人打死了，你能活了了？那他能活了，他是韭菜脑袋到的。这么些年能得逞，但是还有没有大的这个？这个反响，为什么呢？就是掌握了他们这个弱势群体的这种心理。我就是敲诈勒索你，打了你，你也不敢报案。基于这种情况，他屡屡得瑟，这么些年，这个强压欺压百姓，欺压这些农牧民，越来越壮大他的势力跟他的胆量，慢慢发展到今天为止。心惊胆战的张华，眼看着自己的老伴倒在自家的院落里。懦弱的他终于拨通了警方的电话。有钱我们那个好，王宝就给他说来了，我拿钱时候把你问清楚了啊，说的7天还，这还都没到7天就是打人就 OK 了。经过了解，张华的老伴确实曾经向这伙人借过钱，至于借钱的原因却说得支支吾吾，似乎有意在隐瞒着什么。他杀虫杀法，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人。这个农民啊，自己好赌，爱好赌，参与进来以后，输了钱以后，自己知道是这本身是也是违法的，他自己也是违法的，所以不敢报警。张华一家为了掩藏自己参与赌博的事实，并没有向警方说出事实真相，以至于让警方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经济纠纷，就没有再继续追究。只是让这伙人道歉并赔偿了医药费。然而张华一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向警方隐瞒真相的行为给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种下了祸根。就那个女的孩子有领了那么2个猴子有钱来了，我们好那个说的我还病还没开好了，等到把病开好了再给你割啊，帮我来的师傅才对。他一往回东就寻的，就那个他一往回东老婆，他就说叫我们写谅解书了，
他就写谅解书了，我就说了不能写。王慧东的那个寻子说了，我能做了主了，你能做了主了？说我咋来了做不了主？我说你把我和的人打回。张华说的这个女人叫滕艳琴，未婚，在外宣称是王怀东的干女儿。实际上调查显示，滕艳琴和王怀东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张华报案之后，都是滕艳琴带着人到张华家里要账。自己组的毒贩团，财务总司欠下滕艳琴近5.56万元，按照王怀东我跟滕艳琴两个资料发展的，你的关心就在欠下重金，他也是个无业人员，他也是起初也是好赌，在赌场上认识他这个干爹，走在一起的。一旦有人知道说是王怀东，他亲自喂的猴，或者他亲自发的款，都没人敢，当地农民都不敢这个拜他的款，因为知道这个王怀东心特别狠，手也特别狠。所以说啊，这平常这个滕艳琴就是王怀东代理人，王怀东钱滕艳琴罚款，多少罚款？这么成立？成了。咋解释？解释就不是。根据了解，王怀东团伙从放款要账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曾经是个小混混的滕艳琴也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有钱人。那他认为就是该他的钱他就应该要，他不管这是这钱是什么钱，只要是别人该他的钱他就应该要。这个滕艳琴呢，就利用这个受害人不识字不文化这种情况，打了20多万的欠条让受害人签了字。最终张华并没有签下欠条，但据警方了解，跟张华相同境况的其他村民却签下了20万的借条。原来在乌拉特前期，像张华这样向王怀东借过钱的人还有很多。那么村民们为什么会向王怀东借下这些高利贷呢？据了解，欠下高利贷的这些村民平时都喜欢赌博，而王怀东总是在村民输光了的时候伺机向他们放贷，而赌红了眼的村民这个时候为了翻本也会毫不犹豫地向王怀东借款，并且答应偿还高额利息。主要针对的赌博人员跟那个欠别人账的，他还负责替别人要账，他从中渔利，别人有账要不上，行，他给你要，他要了以后，他从中抽多少，归他所有。那短下的他的钱，就和短下他的命一样，你不给他，随时采取暴力手段。要讨要这些钱，并且是这个利息，所有的要账的费用全部累加在一块儿，要的特别高。亏还没了，不是还不够还的高利贷啊？我们一把离婚，我没哈的别墅了没，这不是就没了没？把拖子又没了没？对，没了这又跟他把高利贷打了没？专案组决定秘密展开侦查，从寻找受害群众入手，全面排查案件线索，寻找犯罪证据。并以现有线索为契机，摸清所有团伙成员和违法犯罪情况，不放过一个团伙成员。不动则已，一动他必须咱们到位，必须咱们证据确凿，手里头有东西，咱们动了他，那就绝对放不出他的。专案组民警排除巨大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历时2年零3个月，调查取证音像资料300余盘，案卷100余卷。查实王怀东等人的犯罪事实，依法抓捕了王怀东。然而对于受害人的指证，王怀东却在法庭上矢口否认。这个王怀东第一次被到了滕艳琴到上海公主所要带的约线下家合作，把未婚夫妻不能让人做赌博账，向财务人员发的1.6万元。这件事情没有没你是谁干的吧？我不清楚的。那你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了？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为什么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提取黑的钱了？提取黑的钱？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个照片呀，还有球啊。来，拿出来看看。差不多。差不多。
子弹子弹伤的。这一句啊，因为曾经赌博、非法举荐和那个非法持有枪支，判过两次，两次两牢释放以后，继续重操旧业，然后这个收罗这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无业人员。在我们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也自己说，他就爱切，他就让切。100人，6万，啊，解约。被告挖矿总成立时，违法获利40万，已切300人。王怀东曾经被判过两次刑，出狱之后他又重操旧业，他吸收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人员为他维护放贷，并且采用了威胁恐吓甚至是殴打的手段强迫要债。可是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王怀东不是矢口否认就是一直在辩解。他说自己的公司是正经公司，从事的业务也都是正经业务。对于王怀东的狡辩，办案机关早有准备。这是警方在搜查王怀东家时发现的一个账本，账本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借款人的信息，上面包括借款人的名字、地址、借出和要回的钱数等等。这样的一个关键证据将会给庭审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账本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罪恶？关键账本条条缕缕清晰记录，威胁恐吓登门入户，大胆狂徒变本加厉，草原打黑一线正在播出。这个在哪来？这地方要不一样。哎，谁来过来把这个在这儿东西去拿了，拿那儿了，后面拍。从这个从皮箱里头，这个架子里头发出来。皮箱架子里头。这个从王怀东家里找到的账本上记录了每一个借款人的名字和地址，也详细记录了借的钱数以及要回的钱数。这是借款人，还有保证人。这就是交。2013年2月4号，他是年轻。财主人说你这个拿多少钱？你利息车多少？放了多少钱个？工资多少？这些钱数，你都记上了吗？账本有吧？有了，我就说记账了吧。账本记得了。那么就是你账本上的这些钱数，总全部总数。账本上的。那特别细心。每次赌博的地点和人物、时间都写的了，就比如是他拿了多少钱，走时候带了几万，回来又拿回几万来，中间放出几万个，放给谁谁谁几千、几百、几万。看这个，对，他的工资、共开支每人3000元。他就是，吃饭，剩下他就照单，发工资了啊。这个账本是庭审的重要证据之一，警方也根据这个账本找到了100多名受害人，李成就是其中的一名。当时借了4万。借了4万多。啊、嗯。那他们让你还多少？还了4万5。那多长时间都还了钱？一个月。李成也是因为赌博找滕艳琴借了4万块钱，约定的还款时间是1个月。王国栋和严瑞知道不知道你去打中华出了放贷？知道了。知道了。他们咋也知道的？那我管他的话，他们拿钱了，拿钱了知道了，我又没钱。对，从那里拿钱就知道了。那么拿钱是他们问我你拿钱赚呀？可能我就当他们说了，我不说了，我可能要拿钱就说了。在借钱的时候就把利息已经扣了，给借1万，实际给的是9500或者是9000，利息这个放贷的人已经自己扣下了。但是如果是当天还不存在，如果是隔日还，那外加利息。
他那个不讲理，这当时那钱他就过了三天五天就想来就来了，再为了要钱。那如果我们延迟一天怎么办啊？他就加力了吧，加力再把人放这儿。他的犯罪证据，犯罪证。车牌在哪来了？在莫来了。这个，这个把刀。追债追到家里，威胁、恐吓、殴打借款人，或者和借款人同吃同住，这是王怀东一伙人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而被侵害的受害人大部分是农牧民，因为害怕，也都纷纷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住在他们家，就好几天就住啊这了，人生就没有自由，吃呀，一样也吃，一样就住下。今天上卫生间，弄种点厕所嘛，都有人看管着。里头在家里头控制了七八天，你哪也不能去，你走在哪，我反正这个跟在哪。你晚上睡觉了，你睡在炕上，我门跟前我就放个床，我就睡在沙岗去，反正你是哪也走不了。就是我出去他也跟的，上厕的厕所也跟的，就是晚上也不睡觉。那他们晚上去一下干嘛？在坐的，坐看着你睡。啊，看着我，他是感觉就是不太好啊。半夜我想吃饭来给我做饭，我想喝水来给我供水，他就通过这种手段操磨这个受害人，让这个受害人感觉到反正从精神上这种摧残啊。来，来，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刀呀，关羽的刀啊！王怀东派了四个人住在李成家，不仅吃住要李成负责，就连四个人的工资也让李成出。要赚的人一个人也提是二百，都是就让我拿来。他们住你家，还让你给他们一人拿？对对，拿工资钱。来，这个怎么吃？三级棒，两级棒，三级棒，全放那啊。四个人一天的吃饭带工资就是1000块钱的支出，在李成家住了一个星期就是7000块钱，李成还债的钱都没有着落，又怎么拿得出这笔钱呢？他最好可以我就打电话，这就四处求救啊，借钱，究竟是借钱，把钱给准备好以后了，人过来把钱一走，小弟们就得走了。他这个项目太多，这整多了，你几遍了范儿了，清单里咱们给他清单里这一二三，这是总的说一二三十一二个，你能拉多少点儿了？那行，你现在就得待在大街上去，啊、嗯？就得小弟子咋办？早交，总共交，给我砸，就多少早就行了。你不能坐在这，坐在这一两百分，就两两分。至此，王怀东团伙的主要成员和组织分工已经十分清晰。王怀东，这个团伙的头目，债务的出资人，他在团伙中负责指挥。每天，王怀东都会给团伙成员开晨会，分配他们这一天的工作任务，晚上听他们汇报要账的进展情况。如果遇到了难要的账，王怀东则会亲自出面去要账。滕艳琴，他是王怀东的代言人，他负责掌管团伙的财务，记录每一笔账目，同时他也会出面去要账。王伟和安瑞，他们是王怀东的左膀右臂，他们负责带人出去要账。这一次带头去李成家要钱的人就是安瑞。安瑞曾经是一个混迹街头的无业人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为了王怀东的手下，因为敢打敢冲，他得到了王怀东的器重。而这个团伙中大多数的底层人员都是像安瑞那样的无业人员。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作案频频，其中涉嫌赌博案件19起，故意伤害案件3起，非法拘禁案件11起，敲诈勒索案件27起，非法侵入住宅案件4起，寻衅滋事案件1起。
涉案的总价值有800余万元，涉案的受害人数有100多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暴力行为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目的，那就是扩大势力范围，非法获取经济利益。还不完的利滚利，无处不在的要债团伙，混迹江湖，为非作歹，红尘面前绝无姑息。草原打黑，一线正在播出。李成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终于凑够了48000元钱，这才让王怀东一伙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他不知道，和他同样欠钱的刘飞却过着有家不能回的日子。你得帮你借过多少？我就欠钱。把我两家钱还了。欠谁的钱？他当时也是欠谁的钱？他就把那点钱给嘛，就是那一点，咱这么点，年月是啥？那就是不会出事情。王怀东和安瑞、王伟在刘飞家楼下截住了刘飞，为的就是要刘飞还20万借款。我回去了，那肯定是短短不了就是打骂炸呼啊。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王要钱。刘飞知道王怀东一伙控制自己就是为了要钱，为了自己的安全，刘飞承诺立马就去借钱。去那儿，那去这咱有一个三四九不四五。赚的挺好，赚到好多地方，也没有上下去，是吧？利息是多？每月的利息是多来？1万块钱，实在没办法。然后我们咱家4个20来斤，每天饭吃不进，咱小伙也是活，没办法。口号儿讲上的，这个弄的不对啊！利滚利，利滚利，越滚越多，这样的就是这个滴这个受害人无形之中就是造成一种无限的这种承担债务的一种压力。安瑞和王伟开车带着刘飞，并没有借到钱。不得已，刘飞写下了欠条，之后消失不见了。又怕这个被殴打，又怕被拘禁，又怕被杀害，好多都背井离乡，都跑了，跑在外地，这个躲债。所以说，他这个危害对这个地，尤其农村这块危害性还比较大的。这个来问问的主持，主持你上，你快点给他这个钱，要不他的话，你看长得年小在那那块住处，我也不想见了。对，我也就上，现在实行那块都他们楼上都去住进了。他们咋就是住进的？把锁子给勾了，把锁先换了。哎，你跑不在，我就住在你们家，折磨你的父母。折磨你的家人、妻子、孩子，影响你的孩子的正常学习，家人的正常生活。刘飞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老父亲就成了王怀东等人天天去骚扰的对象。上去你家要找4.5，你好好想想是几点几了。他是我怀中还有两个小孩子。母亲曾经上过吊，把他父亲逼得后来重病一查，住院住了好长时间。在王怀东等人的逼迫下，刘飞的父亲终于联系上了儿子，他也希望刘飞能早点了结这无尽的烦恼。我然后上见见他，已经见了母亲，开口就骂。骂上了。哎，马上对，借谁？我怀东啊，一年开口就骂。马上了。你出来得给人家钱，才能给你多少钱？你刚刚老子的钱是黑白二手也好多啊。你刚刚老子还撑船了，撑。爹，你还不起我，那你就跟着我干吧，来慢慢顶你这部分债务。所以就吸纳成为他的成员。出于一种无奈。为了还债，刘飞的父亲卖了一部分地，可依然还不完利滚利的高利贷。手上不能去害苦了，已经烂绳了。我那天就对你话呢，所以我说怎么个郭师傅，你看我种的5-6亩地，为他也得来个腰，实际那是我倒回来，他给你描述了。
你不管说的，把这个袖子放回来，先给我放，不给我把地摊上，我不把这个地方放的。干秋天是暖气，我再给你上将来，再去跟你干。实际我那是到了两次干咱家管么把这个事情能处理了解决了，咱们再上。嗯，对吧？是不行。就这样，刘飞也加入了王怀东团伙，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敲诈勒索，包括维护放贷。在公安局组织的督导下，线下成立警警方分组办理对象两万名的执法，各种方法组通联队，抓捕涉案人，系统造成损伤性器物等手段，扯断勒索，为啥能造成损伤性？对于这一切，刘飞也都当庭承认了他的罪行，叙述了他的无奈。本院请法庭调查，确认且被告人的罪责陈述、挑战的事实已经查起，现在已经审理完毕。首先，请海警院向总控考虑了公布查办意见，并且认真评议并做出的结论。现在，主办立即起立。经过五天半庭审，这个黑社会团伙的所有罪行被一一确认。依照我们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第1款、第4款、第5款、第300条、第19条第3款、第69条第3款、第64条，兼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审理不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谨慎第3条指定判决如下。2014年12月20日上午，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对王怀东等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一，被告人王怀东犯组织领导不社会性质组织罪，上诉有期徒刑9年，并处没收财产1020万；犯组织罪，上诉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判决被告人王怀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没收财产20万元，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滕艳琴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万元。安瑞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0-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11人均已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被判处2到10年徒刑不等。被告人共犯罪使用的否认财物、违法资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本判决在毕庭后有待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犯罪书文件和其正在通过审阅和质检下法院的处理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宣判后，滕艳琴当庭痛哭，他觉得自己被判12年的有期徒刑太重，刑期太久远，因此情绪激动，甚至哭晕过去。现场的警察立即对他进行急救。药拿了，拿上了，拿上了，吃了。滕艳琴醒了过来，依然痛哭不止。没有人知道此时的他是在懊悔自己的过往，还是在为自己以后的牢狱生活哭泣。这起轰动了乌拉特前旗草原的打黑大案终于胜利收官了。等待王怀东团伙的将是冰冷而又漫长的牢狱生涯，一些被迫背井离乡的村民们也可以安心地回到自己家中。回顾整个打黑的过程，办案民警困难重重。当他们带着证据上门取证的时候，很多受害的群众因为担心王怀东团伙在将来会打击报复他们，因而不敢或者不愿出面去指证他。可见王怀东等人的行为给当地的农牧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如今案件告一段落，当地的百姓和警方都长舒了一口气。而对于受害人，他们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正是由于赌博的恶习，才让王怀东等人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